去饿太久了，我养不太起它，它能吃的食物有限啊，不能运动量太大。我的米修睡着了，睡在门口。哎，它是不是想出去？而且，哎，不知道哎，我的那个陈顺吉它，我叫它趴下，它都1秒钟就站起来了哎，不知道是怎么了。猫咪不就不这样听吗？话，不喜欢你。猫咪本来就这样啊，他只是情绪就对这样子啊，不听呢。学弟，你吃饭了吗？这边有三个学弟，你问谁？吃了吃了。哦哦哦，对啊，那个，那问大家啊。我在这边吃。好啊，你吃。吃炒饭，奶妹啊，嗯，什么是电竞妈祖啊？啊，这个就是一种信仰啊，哦，没有，对因为。啊，就是大家就是对电竞啊，例如说一开始就是女生嘛，她们比较喜欢女生，是从那种女神啊开始啊，啊，信仰越来越久，就会叫妈祖了啦。哇，有这种是，词那是哦！电竞女神的救济体吗？对啊，救济体呀、哦，そうですか。你们那个电竞圈待久了就知道啦。哎，那要你不要喜欢叫喝可市乐长吗？办个电竞比赛啊？怎么办？哎，对啊，这个是不是有感点觉可以啊。跟歌颂比赛都快办不起来了？怎么办电竞比赛啊？又没有手机游戏可以玩。啊，也是哦。感谢对秀须定。啊，啊，现在电竞也过气了啦。哇哇哇这不就是哇！哇哇哇哇！电干竞的嘛？歌吗？不好意思，手机铃声忘了关了。不是啊，你手机要换一下那个喇叭，你都买一排的，这个喇叭不太好啦。NBA 快坏了啦，哇！难想要得换一 NBA 6了。人。来偷看比赛哦。Lenovo 是华硕的吗？华硕的，是不是该看一下啦？防等一不下，等胜一防下，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谁说的？谁说 Lenovo 不太好？谁说？我没有讲话，我在吃饭。防不胜防啊！Lenovo 很好用啊。我也买韩国货的啊，垃圾，还不爆是炸！啦，我们就要用 ROG 就是好用。那防 ROG 那不个红胜色手防机不是？啊！防不胜防啊！是听。对啊，我手机就是要用这个啊，不要再当什么果粉了。现在有没有这边有用华差的吗？华为的？华为，华为最近不能买哦。华为漏电了、啊，不要啊！很烫。那在我们鬼岛是很恐怖的东西啊！很对恐怖的，啊。会漏电啊！淋雨就会漏电啊，学姐你小心一点啊！哦，对啊，最近漏电所很严以，重哎，小心奶哦！妹你拿的是 ROG 哦，吃个饭啊！我拿 iPhone 十，我是拿 i 十啊，没有啦，现在订阅它会，它不会我有掉，听它会到卡在那 ROG 个厂阶商，级。不是没啊，事炒没饭事，冲也他太如果愿多了吧？意给我一台 ROG 那个 ROG Phone，我也会用啊。就没给我，我也没办法啦。我那个 iPhone 十是抽到的啊，我就没钱买手机啊，就将就用啊，不然开也是工很想喽！要。要跳一下。为什么我都没有收到讯息，他就开工了？是不是不私是人看护啊？我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接过那个，都接没接比较慢哦。可是我没有收到，他是私人看护啊。哎，真的可以，现在已经有私人看护私接了，是不我是？刚刚有出去接一个啊，就是我刚刚不是出去又回来，出去又回来，是同一个人对啊，啊，而且还死在同一个地方啊。哦，但我等一下一定要收他多收2000块，那太远了，快6公里耶，来回12公里耶。太远了啦，可能不那个行，吧，他我就看那去。个套套学弟有在接，他不是说有在心理咨询吗？可能是心理咨哎，商的对套耶，套。可能是哎。
可能又是对哪个妹啊，所妹以找他他今了天吧？跟小猫逛了一天，应该也是心理咨询嘛。真的哎，吗？可对是啊。他说他现在不咨询女生，他不要啦，他说要改男生了。嗯？什么时候的事骗你情？的。他骗你，他一定骗你的。今天他说的啊。哎，还是他找到对象了，然后要断开。要假装不爱。对。是吗？我以为是现在鬼岛已经开他可放能要避了。嫌了。有啊，有开放开啊。放。对你知道你的啊。哎，你知道小五吗？小五学姐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嘿，知道我们啊。还有一个学妹叫做紫 V，他们最近在创不一是不个，是小五，不是什么什么宝春面包吗？不知道哎，他现在留职停薪啊，然后就是这两个人在推广彩虹神教，看你有没有兴趣加入。彩虹是我现在是还不想彩啦，哦，不是过吗？如果有机会想要彩虹的时候，我就去加入一下。对好对好对。好，我是支持，但是我不是彩虹是吗？你不想要加入吗？啊。我支持啊，但我喜欢的是女生啊。我支持不参加。对啊，我可以支持，但不代表我是彩虹。啊，我也，但现在大家都支持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我还想叫他们去换衣服，哎，换那种七彩缤纷的，然后凑满7个人就可以珍珠美人鱼了，对不对？凑得满7个人吗？可以啊，等一岛下，上那女个生，哎，彩虹好像不是七色啊。彩虹其实是6个颜色啊，那你这样7个就多一个了。那所以。那哪几个颜色啊？你要讲一下就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啊，吗？对啊，其实更正确哎，来为什说么是五学弟个都颜一直蹲色在啊，地上啊？找钱吧，或找隐形眼镜吧，常掉东卡西是不是？嘛，卡嘛，卡嘛，卡嘛啊，怎哦？么猫咪都不见了啊？是啊，猫咪不能常出来运动啦，太贵了啦，你没有说办饲法料啦。费吗？那我可以给你吗？对啊，我可以给你，然后好啊。你放出来啊。这真的吗？它真的很贵哎。决定，你自己没有养宠物吗？有啊，兔子啊，可是我觉得你们对兔子都还好啊。兔子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我可以看一下兔子吗？可是这个兔子跟我想的兔子差很多哎。我以为是道奇兔啊，就是上半身是白色，下半身是黑色啊。我那一只那个啊，陈顺吉也是领养的啊，领养的时候就，你看，因为毕竟不是购买嘛，我们领养代替对购啊，买，但是领养费啊。花色就是比较是都是不能挑啊，都不要挑啦、啊，就是它每一只都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对啊。所以有别人的兔子跟你也有别人也养兔子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感觉只有你是不是？目前吧，肚子很可爱啊，耳朵大大，你眼很睛可大爱大啊，啊。欸，不过它蛮大只的，它是跑山的啊，它感觉腿很壮哎。它就是野兔，人家放养的，有没有？从小很可爱，结果养到大，发现怎么这么大只，就怎么？弃养了。对啊，它脚感觉很有一地耶。嗨，你好。这边那被你的兽兔医子院叫了，是不什么是名啊？字？欸，没有好。啦。你们院长嘞？还没回来，他轮椅跑山跑到对，现在还没回来。对，你可能啊，要，用轮椅去跑山，公啊，小。所以你真的可能啦，大他概说轮椅明坏年掉的还这个叫我季帮他送节，餐，明年我的的今天天你呐，来他在找做什他啊。么东西？你可以去问金变态啊，金变态都知道。你我今好，天有去你看是他不是？啊，他还在跑，我看他2次哦。可能没那么快啊，你可能要真的要很久才能找到他啊。那你打不好给，意还是你思，打给他？哎，学弟，你刚刚那你看只，来你找的到兔兔啦、叫什么名字啊？啊。我就还没特起别不名见字了，哎、还在学车场里面是不是？你还没取吗？好啊，对啊，我想名字还都是要想很取一久下啦。啊，
不然每次看到叫兔兔。小心肝在吗？哎，是。他在地上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跟兔子聊天。他陪他的兔兔说话啦。你身上都兔子大便。还好啦，兔子大便不会臭啊，兔子尿才臭。兔子大便好像是药材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没有，那是蚕宝宝的大便才是药材，你不要骗我。很聪明哎，学弟。哎，我兽医耶，拜托。没有啦，我养了一只猫，想说我想不到名字，想说你有没有想法？请问你是哪一位？我是腐女啊，我换了发型。你换太快了吧？你不要一直换头发、啊，发色一直换很伤发质啊。啊，女生比较喜欢换造型啊，这样对发质不好啊。那你给我换这样，不错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这样会让人，尤其是阿公躺在你的裙底下，你要小心哦。阿公很喜欢睡在女生的石榴裙下。他下次看到我可能会揍我吧。哎、欸，有要看医生啦、啊。我怀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们里面请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因为你刚刚的位置都太长了，都会多加1000啊、欸、所以等一下会额外加2000。好好好。等一下就掉一个点滴就可以走了。丢在这里了。躺多久啊？哎、欸，兔兔。你就躺到点滴、啊、点滴结束就可以了。好啦。对，等一下就是自己看点滴结束，你就可以叫我们帮你换掉。啊、你刚刚怎么一直那么不小心啊？那边真的好危险哦！啊，那就跟你说那边鬼遮眼哦，造型帮我掉一些点滴啦。小光怎么受伤了、哦？我想说你是谁？这种红彤彤的。我刚刚看你走完之后，后面马上追撞我，结果车一路抛锚到医院啊。等一下，我就跟你说那个地方很斜哦。有、哦、感受到了，那边抓交替一定很强。对啊，那边是帮忙检查一下他裤子里面有没有少一颗？没有少啦，怎么可能有少？没事没事，少了就很严重哎、欸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现在泌尿科已经快没有了，我们现在没泌尿科了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库存可以给他吗？安全的啦，少一颗还一颗可以卖啊。哎、欸，少一颗卖一颗就没有了哎、欸。谁讲的？太好了。谁说少一颗还都可以卖谁？小光、嗯、没有啦，我是腐女 ，Hello， 我换了造型。哎、欸，他不用躺着吗？一下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车没锁、啊，干，我家车被偷，我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也是哎、欸，还是要规定医院内禁止使用手机。哦、啊，你拍照后会乱打人，要小心哦。不是打不打人啊，是这个照片一直拍，一直黑的吗？传到我一两个小时前拍的照片，我不知道在搞啥。对啊，你手机是坏掉了，我手机有点坏掉，你要换一只手机了啦。算了，我要去。哎、欸，躺好。小光，那、欸啊、这个，哎，拍过传给你吧，传给人的照片能不能再传给别人呢、啊？换一个点滴啊。不行。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点滴就是要看你自己血液循环。好可惜哦！你是用哪一间的、啊？哪一排的、啊？不好意思，动一动啊，我动一动，烂就对了，垃圾手机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啊，那我懂了啦。好啦，你再躺一下就可以出院了。那一共3000块哦。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你怎么在空干地球？他不要对我们的地板做什么？走地上有洞。哎、欸，最近是想念女生音乐。小心一点啊！哦，对啊，最近医院也很邪哦，要小心哦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感谢哦。对啊，医院最近也邪邪的哦。小光，公司车被偷了怎么办？嗯，没有办法，你下次。哎，小龟，你刚才那个跟 T 的照片，我等下处理一下。懂吗？应该是可以拿来传一传。应该是可以吧。多多。你把它放到网址网路上应该可以吧？这边有一只外太空的兔子啊！然后再把它。哎、欸，学弟，你的兔子嘞？我刚收起来啦，这边有一只太空兔啦。欸啊、一堆动物啊，动物园哦。我们这边是兽医哦。啊，我们最近也会有兽医吗？我们是。哦，有兽医、哦。是看不起兽医是不是？对啊。
没有啦，我不知道有兽医啦。我是啊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兔兔取个名字啦。我在想嘛，啊，那个腐女不是也要一起想吗？啊，怎么都是找你想名字啊，小平台？因为没有我怎么知道？他自己的也没有取。哇，因为想名字是一辈子的事啊。看，这只是我的，等一下啊，这只小猫咪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猫咪吗？这个是不是他套已经套在的找猫自啊？闭耶，这只是套是套我的的猫猫。吧？你的吗？啊？对，他哎，的长得怎一么那么像？同品种的。你要不要叫加菲之类的啊？嗯，哎，陈顺吉，来认识朋友，顺吉，陈顺吉，你都不曾听妈妈的话，妈妈是我心的疼猫，你。我的猫不甩我哎，它都不理我，都不过来。猫不是都很傲娇吗？很正常啊，我的也没有理过我。他们是不是在看怪怪的东西？猫不是都会看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吗？你看，他们都看那边呢。我去睡一下。好，啊，你的猫要不要阿先带阿走？小心基，哦。猫先带走好了啦。他的啦，他的猫没有先带走，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啊？哎，不见了。好了，你可以下手了。可以下手了吗？你先推他看看，你推好，你推他看看的反应。你推他如果很柔软的话，就可以下手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，消失了，那有，是外星人啊。他是，哦，最近是比较多外星人呢、啊，那边有个外星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外星人一直消不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吗？这个不是那个吗？这是，医疗用品吗？对啊，安妮啊。啊，我想好了，我叫小心肝，他叫小饼干好了。感觉现在医护都没啥事哎、欸。主要是因为现在都要对啊，带回来啦，这几天会比较少这样事子情。都大家都不敢乱出卖饼事了，是干不的时候，是？不要不要叫走了。等下可以让你跑啊。没关系哎，啊，你我知道也现有在可都要能带啊。回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嗯啊，就是要诊断他，然后跟他收额外的钱。要额外要怎么多收多少？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手机有个群组，去看一下，然后有个公告，医疗的公告那边有加目标。啊，我们通常都看一下。是先问问看他意思清不清楚。我的做法啊，如果他回的话很正常，那他可能就是没有伤到脑部或是伤到内脏。可能就外擦伤，啊，就是开的都是外擦伤那一类的，啊，如果他可你能，是说无线电那边吗？对，他可能有点不舒服，类似这一种的，就可能是伤到内脏或是脑部了，好的。对吧？好，那我到时候再，到时候有空我再跟学弟跑几单看看好了。哎，他。被开刀了。他又被拖走了，你看，他用念力在看地图，哎呦哇，你打输了，哇，换你了吧，换你了吧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也打输一个女生，这女生很强哎、欸，她超超后悔强啊！你看不哎，到了吧？我昨天就是挥了一拳女生，就她闪过，往我肚子捶一拳，我就倒在地上。我不要架住，你推开、欸！哇，超猛哎、欸！哇，安妮又多一个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这个，有吗？我没看到，我看他到这耳样机就而已、不会消失吗？欸。我没看到安妮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真好。
医院越来越多布置圣诞万圣节了。哎、欸，学弟，他这里有那个接听啊，是平常都要站在这接听吗？还是不用管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啊。就是如果有人打来的话，啊，这个就会响很大声，你就可以走过来接听了。啊，接听你要、哦、好的，要跟我们平常讲话一样的方法接听。你听得懂吗？就是你想象你就是有个按键发话。嗯，要按着才会有声音啊！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这个就是手机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会一堆人打电话来医务局玩啊，就推广诉讼，有没有听过安利啊？有的没的啊，就马上挂断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现在还会有吗？除非是有人来问说今天有谁上班，还、啊、有人接听，就是讲说有谁谁谁这样而已。哦，还。还要选医生哦？对啊，可能你的主治医生今天没上班啊之类的。没有，因为前阵子比较恐怖，是因为大家会问，是因为我们的田学姐她会切蛋蛋，所以大家很怕这晚上这时间到啦，所以都挑早上问说，像我跟涛涛有没有在啊？啊，对啊。学姐比较晚上班了，我也好久没遇到学姐了。学姐她现在已经离职了、欸，哎。啊，离职了吗？他现在去当酒店老板娘了。啊，果然啊，因为以前我跟他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下班都一起去兼职啊。哦，你也可以去啊。啊，他都叫我有没有认识什么单子啊，介绍客人。他有在做那个泰式按摩啊。我有被他压过啦，但是我觉得不舒服。其他都、啊、做、哦。我被阿公骗过去做，说很舒服啊。啊、一坐下去我就整个腿软了、啊。他是那个正统的泰式按摩啊，手法很纯正的啊。我可能体质不行吧，我怕痒啊。好啊、那我找时间去酒店找他好了。他那晚上才酒店是几点开啊？通常？平时就有开啊，只是现在没有招待的人。他叫饼干，为什么他们都喜欢看墙壁啊？咦、啊欸，取名了吗？对啊，我说我叫小心肝啊，他就叫小饼干啊。啊、哦，有没有？你这名字这取得真可爱。哎呦，啊、这只叫什么？狗狗叫什么？它叫做天可汗。啊？天可汗。啊，这是有认真取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有的，有的。啊，好的。要小心啊！谁敢动我，狗就会咬他。不是假的，他咬人了、欸。好像真的会哦，好像真的是你去碰到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兔兔你要去哪？这只是什么狗？拉布拉多吗？品种是血黄金猎犬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没有毛啊。为什么？你这黄金猎犬，它是不是太老了，毛都掉光啊？哎、欸，兽医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什么？我就讲，就是它已经老了，然后已经快差不多，而且营养不良才会有这种样子。你看它的毛都掉光了，多吃点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只能多吃一点，让它胖一点了。哎呦，饼干，刚刚那个都变拉布拉多了。饼干，你在哪？饼干。可汗是老了被人弃养的、啊，那是王八蛋啊！然后我们都是去领养的啊。欸、他就这么大了、哦。我们都是领养的啊。不要担心、欸。你们去哪里啊？饼干来，饼干吃饼，吃饭喽。他想要找主人了是不是？我现在才是主人啊。哇，没有温暖。还是他想尿尿？想走了。还是他想要尿尿？他去尿一下。先把他带回家好了。
好啦，你回到宝贝球里面吧。吃什么？吃你饲刚刚料吃啊，吃饲料跟牧草啊。你有养兔子吗？没有啊，我养猫咪。哦，因为兔子跟狗猫不一样，主要是吃草啊，饲料只是哦那个早晚饭少量而已。我小时候有养过一只兔子啊，那个就是以前小时候去逛夜市的时候，然后有玩那个抽东西，有抽到一只兔子，嗯，有啊，然后我就带回去养啊。大家养都是因为夜市吧？对啊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带回去养啊，我那时候不知道兔子好像不能洗澡，就帮它洗澡啦，那只兔子就一直落晒，我那时候很害怕。我很害怕，我就赶快把它拿回去还给老板了。哇，来，我跟你讲有两个原，养过一下下。那我跟你讲两个恐怖的故事。啊，好的。对，兔子不能洗澡，因为它进水的话，因为它毛比较浓密，啊，如果你没吹干的话，就是里面会生细菌，会发霉或什么的，所以容易拉肚子。那第二个是因为它可能繁殖场的时候，一开始身上就有病毒了，所以很多都是带回来养，隔天拉肚子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对是吧？哦，那我现在太紧张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繁殖场都这样子啊，那边。细菌脏乱一大堆，然后带回家第一件事情，其实要马上带去给兽医看。哦，那时候很小啊，不知道。对啊，哎呀，兔子很小一只啊。这个刚开始接触都会不知道啊，也不能怪你们啊，所以要先做好功课对啊。啊，那、啊、你们刚刚还有聊什么啊？刚刚看你们三个在这边聊得好开心，我就好羡慕哦。我们吗？对啊，刚刚两我个们在在吃聊那饭。个八方云集跟那个四海游龙啊，在想说四海游龙是不是快倒了，都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对，你这样讲，我发现我经过的四海游龙都不见了哎。对啊，现在只剩八方了哇，果然数字大比较强吗？啊。啊，那哎，学弟，我加一下你的联络方式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好下啊，次如果出去玩，可以约你一起出去逛逛。可以啊，我看一下哦，你的手机多少？我加你好了。啊你，嗯，好像是77002。请看一下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，是这个姓这个干哦，不要误会哦。关系，当你被误会的时候，我会去救你的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看，如果他跟朋友走在一起，然后这样叫你，你可能就。不会啦，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哎，不对，应该叫宠物要叫小甜心之类的哦。行可啊，不恶，然你就改啊，反不正要他不要们不两要，个小人饼干是比较不可是？爱，饼干比较可爱。反正你想要叫他什么，他就是什么啦。涛涛过来。现在改名叫套套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的饭凉了，对不起，我先继续吃。哎，学弟吃什么啊？炒饭，葱很多的炒饭，有点恐怖。哎，不好吃吗？这个感觉不错啊，牛有肉点炒饭吗？甜呐、啊，葱炒了会太甜啊。这个是不是回不来了？
我觉得他回不来了、欸，哎，回不来。你安息吧。他的猫还没取名字就回不来了，好难过。哦，对，学姐，你想玩玩看吗？你先站在这边。玩什么？你先站在这边，我打过来。嗯，好的。喂，有声音吗？哎呦哎呦哎，这样有吗，学弟？有啊，而且听说用手机讲话声音比较清楚哎。哎，是哦。对啊。蛮清楚的、啊，哎，那不错哎。对啊。所以我要啊，我挂掉就直接，我试一下哦。好。哎，怎么挂？学弟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啊。嗯啊，然后啊，就只有你听得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人听不到，就跟讲电话一样啦。哦，好。笑。是明明送上。等一下，溜直排轮跟溜滑板，在崇尚俯视这个世界。啊，有心事可以说啦。啊，没事啊。看，怎么了？压力是不是太大了？他在三跪九叩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我在练腹肌啊。等下我要去吃饭，我还没吃完，等一下等我一下。敢不敢认真吃？不，等一下，我要赶了，我要赶了，我要赶了。安安，还没吃饭，快吃饭哦！这个奶妹是可乐林，她是很哎，我想想，医院还没换大医，就是还在旧医院时期的救护了。我当时有看到她台啊，只是她好像很她忙一阵子，所以没有开台。潘玮柏那小，真的来了好多新人哦。
欸，你有看到多多吗？我今天没看到他欸，没有欸。哦，好，我去找找。欸，这位是，我是奶啊，妹。哦，奶妹，哦，好久不见嘞，你出国是不哎，你是？是小猫吗？对啊，哎，对呀，对，哎，你居然认得出我，哎，天哪！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超感动的，因为我一回来啊，然后手机就不见了啊，然后我的那个号码后来办回来，只有你有传简讯给我啦，所以我很哦，感真的假动。对呀，的？我想说好有人情味啊，我的好友只剩下我的那个手机联络人只剩下你一个。哎，你测试没锁？你测试没锁？你测试没锁？快快快！有人上你车，有人上你车。原来是你哦，吓死我了！那我带你去那个医院。有，没事没事没那个事速度没事好没事。快哎，你还哦！没，我带你你酒还没醒啊？他还没酒醒来，啊？你坐我葡萄着，酒要不坐要着，喝？来，你坐着，多多，坐着，过来，我龙舌兰要不要喝？坐着，别碰哎、水，欸、哎、欸，黑要色的椅喝子，牛黑色奶。的椅子才能坐。对对，这个才能坐。他说他失业很难过，喝了很多酒啊，今天下对午才遇啊，到，你有还带给好他？我喝了45瓶吧，40几瓶还好啦。怎么塞给他喝牛奶之类的啊？那个，真，医生哎，兄们，弟，嘿，嘿。医生，你要不要从车上下来？怎么搞？什么东西？什你么在东上面西？有点尴尬。怎么坐下？怎么坐下？你想象你的虚浮头跟一同时按下去。好的好的，啊，你谢谢叫谢我谢。坐下来干嘛啦？啊，我要想黑色喝椅子才酒能啦。坐。牛奶，叫你喝牛奶啊。我没牛奶啊。要黑色的椅子才能坐，绿色那的。隔壁我的不奶要奶。牛奶啊，我要酒精啊。好啦，我给你一个。哦，啤酒才喝完呢，这是第16罐了。再来一罐呢、不要再喝酒了啦！啊，你现在酒醒了没？我带你去那个。啊，完了完了我一完直了都完醒了！的啊，你看我走直线呢，你你看我走走的是直线歪的呢，呀、小心你看他看很今天一直整天都这样啊。吗？我刚上班哎。姐，要不要物理治疗啊？你要不要帮他一下啊？你帮他好，你帮他治疗我一下，帮他好了。他物理治很疗醉。吗？对真的啊，要物理治疗吗？对对对对对就可对对，能不要，需要一对下对子。真的对可以物理啊，治疗吗？真的一可下以就好，啦，一下就一好了，下一就下就好好了。了。你把他打，教他一你下弄啊，好了先吗？醉很我昏久。过去，昏过去你就把他扛到那个病床上啊，不然这样他这样子也不是办法，他已经两好的天好的，了。那我就来物理治疗喽。好好我好，跟你们讲啊，我没有醉，我没有醉，我走直线的，学我长，没你有放开一醉点啊！啦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哎，准怎备么好了，醉啊，小心看。我准备好了。他打你喝我会。新病是哎呦，更哎难呦治喂的呀，哎啦。呦喂呀！哎，好多你了怎没么有？打多人了没有？呢？医生打人，我没酒醒有啦，了。上帝打你啦，你喝太医多生了不会啦。打人啦，医喝生都多是救了。人的啦。你现在喝多啦，你真的好好的去。哎，你要医不要生你要不要啊，醒酒？我头好痛哦，我刚你要是不要被醒什么酒？打到，我头好痛。你刚刚撞到墙壁啊！把他丢去床上。我是不是喝太少了呀，才会撞到墙喝多壁？了，哎，我觉喝得多他了。感觉有空就去心理咨询一下啦。还是你们可可以以有把没有办套法套把学他的长双叫回脚？来吗？你你们们有没有学办法把他的双脚卸掉，然后之后先让他坐轮椅，不套要让他乱跑？套。套套说他去上班了，你说直接把他打断腿，就是隔天可以接你回们来的给那一我种那啦。个啦，伏特加就好了啦，我喝那个就会好了啦。觉得不太行哎、欸。HUA，哎呀，他今天去酒店干了嘛？吗？鼻子，我又忘记怎么拼了，可恶！看一下哦，两篇公告。HAI 啊，我会记错单子啊。
那边刚好买的啦。好啦，先躺下，先躺下啦。躺下，躺下。躺着。还是医生啊，把那个膝盖的部分看能不能卸掉之类的。然后你们最近不是进了轮椅吗？我让他坐轮椅好了。这个不能躺，这个不能躺。是怎样跟轮椅有合作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院长的脚受伤，新进的，对啊，院长脚受伤，所以引进了新的轮椅啊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这台我看，对啊，院长拿去跑山哎，跑山的，这台可以跑山啊。这可以坐吗？这可以坐吧？坐怎么推啊？哦，一推动，然后嘞，怎么坐上去？一坐下，哦，哎，可以自己走吗？来，哎，你推他看看，推他看看，这可以自己走还是可以啊？院长就这样跑山的啊。对啊，哎，你跑山，说会不会市长又有举办新的活动啊？轮椅跑步之类的啊。哦。轮椅赛跑。院长现在还在跑了。院长还没回来啊？还没下山哦。对啊。小猫你有没有起不来了？来了来了，我给你。啊。可以啊。你只能喝这个哈。哦，好晕哦，好晕哦。你身上很多牛奶哎。你可以把椅子收起来吗？你站不起来。牛奶吗？对啊，你身上很多哎，你只能喝这个。轮椅怎么有？你酒全部给我，酒全部给我。我给你，我怎么喝酒了？你喝嘛，你先给我。我先睡一下好了。等一下，你们 X 没用吗？原来是 X 啊！哦，对不起。哎，轮椅怎么？你要输入一个密码，你要输入密码。哎，要申请的密码。那有酒。斜线 C H A I R。你把酒塞给小心肝。嗯、小心肝身上一定没有酒，你塞到他身上。什么酒？应该你不会喝酒的不是吗？我不喝啊。先你保管一下。没有啦，不要那么复杂啦，我把这些酒喝一喝就好了啦。那我觉得等一下可能要准备棍子了。有吗？你有输入好密码吗？我不是不知道怎么输入啊。嗯，你想象你的键盘有个键盘，你按 T。不行啊，他有酒了。按什么酒？应该有酒。你是给我什么酒？有葡萄酒。哦，白痴哦，今天才被给的啦。没有，因为今天。不然这样子啦，你身上的给我啦，我喝几瓶啊？我才一瓶而已，你给我几瓶啊？我15瓶啊。啊，15瓶是上限，你给我14瓶啊。这样太麻烦了啦，我一起喝一喝就好了。不然我喝掉这个酒，你15瓶都给我啦，如何？没有啦，我喝一瓶啦。喝酒啊。然后剩下给你啦。好啦，好，帮你保管啊。帮他保管。不能，真的不能再喝了啦。对啦。他不能再喝了啦。对啊。我曾经做超商有。可以来挂那个。心理諮商啊，我们那个套套学弟有在那个諮商。然后啊，心理科。那还有3瓶龙舌兰，可不可以喝？不行，塞给我。我传密码给你哦。嗯，塞给我。好啦，都给了哈，去躺床上，躺回去。这个是那个。租借轮椅的密码。叫什么？李世民医生，等一下回来，有了，谢谢你。要把你腿卸掉。为什么要把我腿卸掉？这样你就不会乱跑啦。你这样走到路上很危险啊！对啊，你就不乱跑。对啊，不然你好好躺在床上，不要动啊。躺上去。这样你可以跟院长当车友哎。你要不要把我脚卸掉？我要离开医院。那你不喝酒？哎。我没有啦，他明天会帮你接回来的啊。啊，不喝了是不是？不要，我不要喝了，我不喝了。好，来，那我带你去，我们去领养宠物，哈。有吗？听到吗？叫他出来吗？哎，你要养宠物哦。对呀、啊，我试试看。你就对着空气啊，然后。
打那个打出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、啊、你要做还是要推？那如果你要消掉它的话，就是对着空气前面加个 D， 然后打出刚刚的密码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哎！冲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很快哎、欸，这个这个、这个可以比这个尬加哎、欸，尬加比赛哎、欸！冲啊！这台就我的车啊！偷我车、哦！刚才有人偷车，然后开这一台，然后跟我们挑衅。我有看到另外一台啊，从车库开出去的，但我不知道那是谁。一模一样，是那个人哦，我不知道是谁哦。我知道这个。你要试试看消掉吗？有一个人跟我同一台啦。哇，误会了。是 D 吗？对，加个 D，delete 的 D。我自己忘记我自己车牌多少、啊，就是小光卖给我。你就对对对对对，哎、就可以回收了。谢谢你。不会不会。我们再去寻找车子，走走走。因为我刚刚是在医院被偷走，误会一场啊。对啊，我想说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我还想说他直接给我放回原位，羞辱我，羞辱到不行。安安哦，我们再去找车。好，找车。我一个人在医院门口。哎、欸，学姐，车是来医院找的。你当时城市就很乱了吗？哎、欸，以前更乱啊，现在感觉比较好、啊。哎、欸，现在是爱情城市啊。我看到外星人了。犯罪率很高啊。啊，现在爱情好像快没有了哎、欸，现在好像很少人在谈恋爱了。不谈恋爱了，真的吗？有啦，好像前阵子感觉大家都在谈恋爱啊。现在我只听到目前是我们的花学姐跟修车行的小光，啊、就外星人啊。对啊，外星人。有两个外星人啊。里面就没有了啦。跟学长学姐出去要小心啊，撞到那个保全他会开枪的。保全？啊，保全会对我们自己医护的开枪？哦，会哦，会哦，会哦。撞到他就会了，很凶的。脾气这么不好、哦？哎、欸，我那个警局的是直接开枪，医护的是还好啦，他会一直抽动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会小心一点。哦，对不起。刚刚是哪一个警官啊？刚刚那位是署长。啊，署长。对，最近警察都没有什么人，署长就亲自上班了。哦，警察是怎么样？现在大家都不想当警察吗？压力太大了吗？警察其实蛮多的啊，可是。白天警察不多，白天确实这个城市比较少人啊，前几天白天来都没什么人。对啊，最近比较多新人，新的市民，所以白天比较热闹一点。那好啊，因为我学姐比较常常白天啊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们会蛮常执勤的哎，那位学弟也是啊，他也是白天常出现的。那就好，那明天我应该会晚点进城啊，因为明天听说有那个歌唱比赛、哦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去参加一下。嗯。所以学姐你会唱歌、哦？看一下比的怎么样？我不会啊，我没有要参加，我是去那个有个记者叫拉汉啊，他说他要去报名，我去帮他加油啊。哦，他唱歌真的不错听哎、欸。